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这个物件位在桃园区宏昌六街。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我们这个物件位在桃园区宏昌六街，社区名称叫做中泰宏源。我们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棒，这边算是我们的市中心，也就是属于我们的蛋黄区，附近有许多的公家机关都在我们走路的范围内。我们这个物件屋龄有26年多，物件总楼高有20层楼，地上有20层楼，地下有3层楼，全幢将近有38平，目前报价是105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2万出头，而且是有含一个平面大车位。这个物件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还有一个平面大车位。全幢将近有38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将近有25平。我们的公设非常的低，只扣了4平多，这个物件真的很超值，目前换算成一平单价只有32万出头。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周边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是105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2万出头。我们这个是有整理过的物件，也就是俗称投资客的物件。如果你们大家不在意，如果你们本身也不排斥，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格局。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厨房的位置，厨房使用空间很宽敞，而且是我们最重要的地方。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厨房，像这种独立的厨房是一个加分的选项，因为现在有很多新建案都是属于开放式的厨房。有独立的厨房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担心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污染到我们室内的装潢。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刚好是边间，两面采光，采光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的流通。我们室内的格局非常的方正，完全没有边边角角任何其他的问题。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这个物件一层有3户，共用2部电梯，一个逃生梯。
户数非常的单纯，而且我们这边周遭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棒。这边离我们最近的学校就是武林高中，走路的距离大约只有800公尺，慢慢走就可以轻松的到达。附近也有许多的公家机关，走路的范围内就是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办理你们一些私人的问题、私人的文件，非常的方便。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主卧室，这边的是我们主卧室的卫浴，使用的空间还算非常的棒，大约可以容纳6个成年人这么大的使用空间。我们这个物件格局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主卧室的卫浴，使用的空间很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是105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2万出头，而且是有含装潢的物件。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大平数低公设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影片中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房屋买卖最终以我们现场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随时来参观现场，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中泰宏源，物件总楼高有20层楼，地上有20层楼，地下有3层楼，全幢将近有38平，室内的实际使用空间大约有25平。我们的公设只有扣了4平多，算是一个非常低公设的物件。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使用的空间真的是很实在，因为我们这个是早期低公设的物件，非常的划算。室内的实际坪数非常的宽敞，而且也非常的够用。现场的屋况保持的还算非常的好，基本上可以让你们大家马上入住使用，非常的方便。如果你们本身也有任何疑问，也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主卧室的现况，主卧室的格局非常的宽敞，而且我们的格局都非常的方正，3个房间都有对外窗，3个房间采光都非常的好，不用担心会有暗房的问题。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方便，我们旁边社区走路不到1分钟就有我们当地的黄昏市场，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附近有爱买还有大润发，走路的范围内都可以让你们轻松买到你们想要的日常用品，非常的方便。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第二个房间，这边是我们第二个房间，
由于我们是高楼层，采光非常的好，视野非常的漂亮。白天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远，而且我们的视野景观真的非常的好，完全没有建筑物的遮挡，这一点算是一个加分的选项。像这种高楼层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白天是可以看风景，晚上是可以看星星，非常的惬意，而且百万美景真的是附加的价值。像这种景观是低楼层所看不到的，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高楼层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随时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房间，格局很漂亮，采光也非常的好，每个房间都有对外窗，每个房间室内的格局都非常的棒，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都还有多余的走路空间。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房间的格局跟我们的屋况，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三个房间。我们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三个房间格局都非常的方正，完全没有边边角角任何其他的问题存在。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但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三个房间的景观，在这里要为你们报告一下，现场我们的管线没有更新，这一点很重要，要特别为你们报告。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不在乎，如果你们本身也可以自行修缮，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是1050万，全幢将近有38平，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2万出头，而且是有含装潢的物件。我们这个算是微装潢，并没有整间整理，这一点要特别的告知你们。目前为你们介绍的是我们的公共卫浴。公共卫浴很漂亮，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浴缸，可以让你们下班回来泡泡澡，很多人非常喜欢泡泡澡，像这种设施非常的棒。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
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公共卫浴的屋况跟我们的格局，格局很方正，采光也很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我们目前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客厅。这边是我们的客厅，这边是我们的餐厅，格局很方正，使用空间也非常的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随时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客厅的格局跟我们的屋况。这间的格局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如果你们本身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格局跟我们的屋况。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随时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
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这个物件位在桃园区宏昌六街。我们这个物件屋龄有26年多，物件总楼高有20层楼，地上有20层楼，地下有3层楼，全幢将近有38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5平。我们的公设只扣了4平多，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平面大车位。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还有一个平面大车位。目前报价是105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2万出头。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市中心的电梯三房，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105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只有32万出头。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方便，也麻烦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周遭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